店长。嗯。啊，今晚也袂当出去啊！啊，你抹甲遐水是要怎啊？有啦，你唔知啊，这段时间拢伫咧厝里，也拢无出去。哦，啊，踮厝里嘛爱小花保养者，万一吼，若是解封了后吼，我惊我会淋花尿尿去。小花姐啊，要保养我。嗯。啊，你今摆淋的是啥？你唔知是啥物物件？对啦。胶原蛋白啊。那有这個？啊，都草地状元，你的好朋友啊。嗯。迄屏东啊，阿好兄，我叫人送一首足大箱的，内底啥物物件都拢有啊。你去看麦啊！你今天看麦啊！你今天了到，你上次去看麦，我来看内底还有够钱物件。嗯，哎呀。哇！哇！哇！你看，胶原蛋白，还有这個、哦，有机丸，还有鱼的肝，哦，哇，这会当现吃现吃胶原蛋白，物件真多呢，安尼好，哦，这个阿凤兄哦，对我太好了，无紧敲一下电话来甲娱乐一下，搁来甲细些一下袂用的，即马紧来敲。阿凤兄，老早老早老早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感谢你呢，你安尼寄一箱遮尔尼啊大箱哦，哦，内底我甲拍开个看麦，迄落咱咧胶原蛋白，啊，搁再有迄落丸啊，啊，你寄一物件给我，拍歹势啦。袂啦袂啦，这个阿凤兄哦，有影是哦真大心啦，这胶原蛋白啊，不管是讲啉的啦、食卡的啦，或者是讲食粗饱的，拢总有啦。相信大家拢知影讲，这胶原蛋白会当锁住水分，支撑细胞，对皮肤啦、血管啦、骨头、目睭，甚至连头毛的健康啊，拢总有帮助啦。虽然讲哦，真侪食物内面啊，拢有胶原蛋白。也不过即卖人啊，时常饮食拢不均衡，加减啊拢嘛是爱安补充一下。阿凤兄为着开发罗依兰所做胶原蛋白，特别甲美和科大啊甲平科大合作，费了三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哦。而且呢，佫开了台湾第一间的胶原蛋白为主题餐厅哦。啊是讲哦，这段时间啊，大家拢都无出门咧，唔知影讲哦，敢有影响着？大家以前啊，开阮的小馆个啊，影响为了遐工人安全呐、啊。这段时间哦，大家拢爱较忍耐咧，安尼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不过这段时间内底，你就规拢休困哦，敢有过？公司无休困啊，餐厅休困尔。我咧研究一寡冰棒啦、啊、吼，哎、欸，啊个牛奶汤底啦吼，哎、欸，啊个要再买椰干啦，啊个鱼丸啦、啊嗯，我咧鱼丸有四种嘛，啊边个有迄做面的啦，念出来啊嘛。嗯嗯，啊，佮有迄个五瓜红啦、红米啊，即上上点点，有上点点，我唔敢出来嘛。五瓜红米哦，做好食哦。是讲哦，请问阿凤兄，咱外口哦，即胶原蛋白普通一般拢是用甚物甚物迄落迄落猪皮啊、甚物皮啊吼？啊，你来去想讲要用鱼卵即落去做？我遮出产的鱼卵太侪，即拢爱结算哦，安怎结算呢？哎，落鱼哎，七斤以上较会使，啊，伊卵愈高哦。同安椒煮煮多啊，啊！这鱼卵这样拢有上减量皮，啊，做麻烦呢。这卵皮该搞干，啊，无错啊，要不要吃？身体健康，骨头流失太严重的，大家拢爱吃这啊，啊，这个骨头也好，啊，保养也好，啊，皮皮也该好。啊，不过你这是鱼啊，就去做呀，鱼卵就去做。哎，这蛋白质点解啊？那无咧臭臊味。颜色哦，啊，色五面子六面，这啊，皮拢捡掉。做搞工的嘛，做麻烦的啦。啊，搁咧切鱼，切鱼的时都有时间控制哦。啊，八点钟以内，啊，伤久也袂使，伤无久嘛袂使。你伤过久哦，一点都无用嘛。至三年我。阿凤兄直直讲，其实呢，伊以前啊，曾经从政二十七年，有一摆呢，啉到未臭臊的鱼卵胶原蛋白，引起伊真大的好奇心，就规个人安尼甲投入去研究啦。除了甲学术单位配合以外，阁找固定的渔民合作，稳定渔人的品质，甚至呢，连做饮料啊，要配什么水果，拢是经过几啊摆的试验才决定的。就算讲到即卖啊，伊同款啊，每天安尼七早八早啦，三四点就起床啦，去咧厨房啊，安尼变东变西，不断伫咧开发各种无同款的产品，就是希望讲，予搁较侪人食到营养健康的物件。那讲到这哦，我捌倒伊条腰起来啦。
赶紧的来去找静子姐煮碗仔汤一下哦。老婆，静子姐，嘿嘿嘿，快讲，嘿啊，阿富哥哦，伊讲叫我教你要安怎煮碗仔，这。你从这水果就算了。哦，你都唔知影。嘿，你讲我就知道。啊，我搁听足侪，胶原蛋白冻啊。啊，对。啊，我想讲吼，来创意一下，用一挂水果来囥当这个，迄个咱来做迄个水果冻。水果冻。你讲干啥物嘛？你若要做水果冻哦，啊，像这即摆这是咱这胶原蛋白，即摆这是冻体。啊，你要安怎去做迄个水果冻？咱这阿富哥的胶原蛋白哦，伊是纯天然，啊，伊这吼，若放伫咧常温哦，伊会化成那个液体，所以伊液体吼，咱会将一寡只水果，甲放落去，安尼吼，佮甲冰个冰箱，就变成冻啊。是咩样？真的啦，今日你看你爱食什么水果都袂当，心里个外公吼，你爱食什么水果，你就甲放，啊，像这个很漂亮，你要朝底。朝下面，哎、欸，啊，其他家你就安尼，看你爱食啥，颜色越缤纷越漂亮。真的呀？对呀、啊。有啦，有啦。哇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哇，足水的呢。很缤纷。安尼够了。这安尼好啊。安尼，坑冷冻吗？冷藏。冷藏就可以哦。冷藏啊，冷冻。好嘞。对呀。那是叫你煮啊。哦，这个静子姐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拢伫咧厝的啦，真正是每一工哦，拢有用不完的创意哦。来，啊，这我搁摕来一冰。哦。啊，咱这边我来煮碗仔汤。好。OK。厉害哦，俺来煮碗仔汤。主要是这一瓶，咱做好了一定爱淋一下胶原蛋白冻。当然啦，一定爱胶原蛋白的，因为这是胶原蛋白。对啊，这煮哦，足简单。包公爷又甲我讲过，伊讲哦，煮哦就是咱这滚水啦，滚了后有滚到会跳会扑，啵，你赶紧咧完后，甲倒咧，倒了迄锅哦，甲盖，啊三分钟退起，啊就好啊。是吗？对啊。无安尼去煮的啦，那我煮吼拢是冷水啊冷丸啊，做伙落去，滚了后，发丸啊浮起来就熟啦。耶，那你啵，啊你个滚落，啊伊就浮起来，啊你就对啦。我袂讲，我相信，恁到底去想看卖啊？来，看卖，阿勇是咪来讲，本来就是安尼讲的啊。完了去煮哦，那个飞机丸哦，别再贴片了，冷冷水都做下煮，浮起来，将将拿来来吃。好啦，好啦。我什么？这是你唔知影吗？叫阿姨，不可以。人人叫我是总破西，上届高主席。好啦，别搁笑啦，笑干嘛？啊，好啦，你注意。我拢会的。哎，你注意的。哎呀，相信我啦。嗯，嘴巴开。我今仔是要创啥？你切片茶。好啦。你去哪样手袂好势，真正。我来安切就无唔对啊吼，切就好啊。嘿。啊，那是佫无法度。哇，总破西呢。知啦，你佫要唱怎嘛？人人叫我是总破西，上界出名是熬煮菜，料理好食是界传代，名声轰动是全世界。好啦，你可以过一下，我唱你较顺。我听到想要起歌。不是起歌，我当初就是含慢唱歌，要不然今天干嘛在这边煮菜？我就当歌星啦。是较甜的，较无辣。其实哈，加香菜也可以。其实香菜蛮好吃的。对啊，那个香味啊。嗯，咱草地状元有一个导演。袂爱食香菜。好啦，迄无好。我卖去讲迄啦。
哦，安尼爱晒无啦？水呢，还遮老啦？你啊，两岁就会晓啊？哎，真的很漂亮哎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！啊，这外久？我看一下。哇！不这芹菜加下去，我们就可以熄火了。这整个香味都出来了。对，要熄火。多点要给啊。你胶原蛋白也好处是啥？大家拢会当用啊，用落去啊，怎个随家夹起来，咱食着胶原蛋白，对咱保湿。原汁原味。哎呀，哇赞！哦，哇，水，哇，有够棒的，有够棒的。哦，你有比较好，哈哈。嘿，阿廖，我即摆哦，我紧嘞来甲阿凤兄联络一下。嗯，阿凤兄有看到无？有啦有啦，阵阵太来做呀。我知啊，我知你还要做这样，这这切草。啊，这你也唔惊，免讲话切草，伊搁做这个水果冻啊。对。厉害哦，水果冻反正做咸的哦。哦，那会当搁做咸的啊？有，那会当南边做甜的咸的拢会做啊。你当配了沙拉哦，啊，叫大叫叫的，啊，南边就当吃。我这袂歹，你看你看，哦，你看啊，今年的胶原蛋白丸。做赞，疫情的关系哦，到时间预祝先。安尼好啦，我已经感谢啦吼，啊，今仔日搁简单，啊，搁会食会饱，搁会当养生，我这感觉足好诶。想袂到细细底也是啦，爷阿福兄。以专心研究的之下呢，会当变化出这么多方便又搁营养的物件。不怪人会讲天下无难事，只惊有心人。任何代志只要下定决心，大胆去做，什么困难拢是有办法克服的啦。这段时间呢，大家拢辛苦了，多忍耐一下，咱一定真紧就会当苦尽甘来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真的呀，你好！呀，你阿兄啊，哎，大家好，阿兄你好！咱草地状元的好朋友，啊，就是讲要甲咱公司啊买一罐咱这鱼鳞胶原蛋白的话啦吼，啊要安怎买啊？啊，观众朋友吼，我讲啊，加咱的胶原蛋白，下当是咱的帮罗宾馆拍永桑生技胶原蛋白，啊是二楼食谱。哦，那么咱看到，咱有推向一个吼，比如咱的草地状元的粉丝，哦，我有一个酷酷的表单，我的全馆八折，嘿，不管是哪一家，嘿，全部都八折，只要看得到的，冻的鱼丸，我都喜欢酷酷啊，买鱼丸还有咱的草本店的，嘿。各位朋友，影片也有资讯卡可以连结哦，资讯卡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上面有一个 I。点进去就可以购买哦。哦，安尼简单啦，安尼好，安咱的超级上我的朋友哦，大家都拢有福气啊。哦，会当安尼买到这样样优惠，啊，佫会当这样养生的，是鱼鳞胶原蛋白，要做甚物咸的、甜的，拢总会使安尼哦。用咱的胶原蛋白冻吼，哦，大家这个疫情期间吼，哦，安尼大家保养，白泡泡又绵绵安尼。好哩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啊。各位朋友，若喜欢咱草地状元好物推荐的观众朋友啊，一定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，咱来做伙熟悉咱台湾在地好。